但现在我们有要守护的家园，所以我接受传承。这就对了，盖亚、霍克，你们就在这里安睡吧。你们要去哪个？巨斧斗武场。不可思议，老虎先生突破到了宇宙级一阶。他们竟然开启全速模式，将航程缩短至100天。因地球归属权有争议，帝国官方正在重审。在此期间，不会受理地球的保护申请。当初千辛万苦获得的地球主权，竟然形同虚设。法律失效，我们就失去了保护地球的最大倚仗。能对此事施加影响的，恐怕只有布洛林这样的帝国皇室成员。无论始作俑者是谁，今后地球就只能靠我们自己来保护。明玉先生之前赠予了5颗生命星球，倘若地球真的陷入绝境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星际移民。要想保护地球，不如去买宇宙级9阶的奴隶。他们处于突破的临界点，成为狱主后，控制芯片会即刻失效。时间紧急，来不及与他们建立信任，不如我们一同修炼，研究出以弱胜强的战术。比如，杀戮场会记录下每位参与者的战斗数据，包括白卡罗和德温。我们之间有着难以拉近的等级差，但对方的战斗技巧却很难在短时间内精进，足以在3个月内磨透。人合力作战带来的压迫感，恐怕已与诺兰神本尊相差无几。我们可以试百遍、千遍、万遍，只是记住他们出招的每一种变化。球上甚至没有宇宙级武者，真想早日完成这无趣的任务，回头再跟老师切磋。祖祖，机械族飞船的价值仅次于当初的金角巨兽，谨慎起见，我们可以先前往地球海底，得到飞船后再处置罗峰。罗峰一死，占领地球便再无阻力，宝物也会手到擒来，何必多此一举？不错，你们的第一目标是杀死罗峰，而机械族飞船可作为次要目标。明白。距离你们到达地球已经不到70个地球日了，此前几次行动均不慎折戟，你们不可掉以轻心。老师放心，我不会因对方是恒星级就疏于修炼。倘若他们精进一分，我就精进10分。终于出来了，我自由了。
我们要尽快赶回地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卡布界主的弟子。我要你们的飞船启动全航速模式，提早到达。没错，就是宇宙秘密。恭喜你们呀！他在耍我们。此事必须保密，绝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知道。界中界每1000万年重启一次，如果原来的你数据传了出来，那原来的我就会处于离线状态，界中界也会永远关闭。什么？还有几十万武者被关在里面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将永世无法逃出。真是变态！三重密码是假的，传承水晶球也是假的。你知道你设置的骗局害死了多少人吗？严格来说，水晶球是我的原始形态，在与主人历练的千万年间，我进化成了智能生命。旁人看到了，便传出水晶球能让人进化的谣言，真蠢。朱大人，怎么，听了我的故事，耻于接受我的传承吗？我们无数次深陷险境，是拜你所赐。想要得到宝物，自然会有风险。我们的伙伴也因你在界中界设下的规则而死。那又如何？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制定规则，弱者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。你，二哥，你不愿做的事情，没人能强迫你。还有我恶魔巴巴塔呢，我罩着你们。你的秘法我本可不要，但现在我们有要守护的家园，所以我接受传承。这就对了。巴巴塔，明白。老东西，你的品行实在恶劣，为了防止你带坏雷神，所以我暂时把你调整成离线状态了。搞定。二哥，不管怎么说，守护地球的战力又增加了，还不容乐观。敌人是宇宙级，而我们都还只是恒星级，差距悬殊。老大，属下有件事情要办，需要离开一段时间。一切小心。罗峰先生您好，我是宇宙星河银行工作人员，请将需要托卖的物品交给我。托卖完成后，所得资金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上。我们将用1级飞船进行专门护送。
们就在这里安睡吧，这里很宁静，没有喧闹与厮杀。明天便到达地球了，还没傲骨音讯，不会出事了吧？他现在是自由身，没准像穆大人一样寻找生命的意义去了。他说他只是离开一段时间。哎，天真，你就不应该那么早解除傲骨的生物芯片。他是你们中间等级最高的，也是守卫地球的可靠力量。现在完了，他走了。是去是留，也是他的自由。快来看邮件，宝物托卖成功，钱已到账。货物已托卖完成，共收入。1.23万亿宇宙币，不错不错，相当于几十个星系领地，绝对是界主级身家水准。大哥二哥，我把部分资金已转入你们和傲骨的账户里，剩下的就作为升级地球战备的资金吧。好的。傲骨到底去哪里了？喂喂，别光顾着分钱了。你已经是三星级客户，赶紧处理一下这两封邀请函。两个选择，你们要去哪个？巨斧斗无常。三个无知。巨斧斗无常每天都在进行决斗，与虚拟宇宙杀戮场最大的不同是，这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生死战，一旦失败就会永久死去。巨斧斗无常，很想去见识一下，不过还是先回地球部署战备要紧。真笨，比赛是通过虚拟宇宙观看，并且观看这种真实的生死战斗能对你们的修炼产生很大注意。走。巨斧斗无常的生死决斗，本场双方分别是来自鲁修星群的恒星级九阶的天才武者盖奇，以及来自黑蒙族的恒星级九阶精神念师敖古。开始。
是个不错的对手，可惜这里是巨斧斗武场。老虎，不可思议！敖古先生突破到了宇宙第一阶，原来你参加斗武就是为了将自己逼到极限然后突破。没错，我的老大需要宇宙级的力量来助他保卫家园，我能做的就是成为宇宙级。宇宙级又怎么样？都给我去死！你是个不错的对手，可惜这里是巨斧斗武场。本场生死战，恒星级九啊不，宇宙级一阶精神念师敖古胜。敖古，老大，老大，敖古，你这是闷声憋大招啊！而且还突破到了宇宙级，在恒星级九阶的临界点状态，利用高压来加速突破，很出色的战术。可一旦失败，就生死殒命，具有极高危险性。巨斧斗武场都是生死决战，你辛苦了。谢谢你，敖古，所有地球人都会感激你的付出。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我早已将你们视作伙伴。你们的生物芯片已经解除，从此无需听从任何人的号令，不要说誓死，我们都要活着回去。我只是想拼一次，和老大一起守护他的家园，也将是你的家园。我与大哥二哥商定，回地球后先各自与家人小聚。没想到诺兰山家族的侵略行动会如此迅速，竟然开启全速模式，将航程缩短至100天。没有时间，至少还有人数优势，我们可以集中最强战力抵御。但前提是对方只有少数宇宙级出阶，我通过诺兰山家族成员在虚拟宇宙的数据追踪到现实中的登陆地点，而位于飞船内部的是格温诺兰山宇宙级六阶。白卡罗宇宙级八阶。他们只派一艘飞船，恐怕是相信仅有两人也足以碾压地球一方。能遏制他们行动的恐怕只有祖祖，我们已离地球较近，而飞船在全速状态下无法开启隐形功能，若是被地球发现并上报给黑龙山帝国，恐怕会坐实我们星道的罪名。帝国不会干涉我们的行动，九皇与波罗林在界中界遭受的诸多损失都是拜罗峰所赐，现在他只需指挥行政系统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能借我们的手对罗峰实施报复，何乐不为呢？
封印。那这就是玉主的力量吗？此事到此为止，否则你就是违反听火协议。终于出来了，我自由了。我们要尽快赶回地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卡布界主的弟子。我要你们的飞船启动全航速模式，一头到达。没错，就是宇宙秘密。恭喜你们呀！他在耍我们。此事必须保密，绝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知道。界中界每10000000年重启一次，如果原来的你数据传了出来，那原来的我就会处于离线状态，界中界也会永远关闭。什么？还有几十万武者被关在里面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将永世无法逃出。真是变态！三重密码是假的，传承水晶球也是假的。你知道你设置的骗局害死了多少人吗？严格来说，水晶球是我的原始形态，在与主人历练的千万年间，我进化成了智能生命，旁人看到了便传出水晶球能让人进化的谣言。真蠢。陆大人，怎么听了我的故事止于接受我的传承吗？我们无数次深陷险境是拜你所赐。想要得到宝物自然会有风险，我们的伙伴也因你在界中界设下的规则而死。那又如何？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制定规则，弱者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。你二哥，你不愿做的事情没人能强迫你。还有我恶魔巴巴塔呢，我罩着你们。你的秘法我本可不要，但现在我们有要守护的家园，所以我接受传承。这就对了。巴巴塔，明白。老东西，你的品行实在恶劣，为了防止你带坏雷神，所以我暂时把你调整成离线状态了。什么？搞定。二哥，不管怎么说，守护地球的战力又增加了，还不容乐观。敌人是宇宙级，而我们都还只是恒星级，差距悬殊。老大，属下有件事情要办，需要离开一段时间。一切小心。罗峰先生您好，我是宇宙星河银行工作人员，请将需要托卖的物品交给我。托卖完成后，所得资金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上。我们将用一级飞船进行专门护送。
盖亚，浩克，你们就在这里安睡吧，这里很宁静，没有喧闹与厮杀。明天便到达地球了，还没熬古银君不会出事了吧？他现在是自由身，没准像雾大人一样寻找生命的意义去了。他说他只是离开一段时间。哎，天真，你就不应该那么早解除熬古的生物芯片。他是你们中间等级最高的，也是守卫地球的可靠力量。现在完了，他走了。是叙事流，也是他的自由。啊！快来看邮件，宝物托卖成功，钱已到账。哦，货物已托卖完成，共收入。1.23万亿领地，不错不错，相当于几十个星系领地，绝对是界主级身家水准。大哥二哥，我把部分资金已转入你们和敖古的账户里，剩下的就作为升级地球战备的资金吧。好的。敖古到底去哪里了？喂喂，别光顾着分钱了。你已经是三星级客户，赶紧处理一下这两封邀请函。两个选择，你们要去哪个？巨斧斗无常。三个无知。巨斧斗无常每天都在进行决斗，与虚拟宇宙杀戮场最大的不同是，这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生死战，一旦失败就会永久死去。巨斧斗无常，很想去见识一下，不过还是先回地球部署战备要紧。真笨，比赛是通过虚拟宇宙观看，并且观看这种真实的生死战斗能对你们的修炼产生很大注意。走。巨斧斗无常的生死决斗，本场双方分别是来自鲁修星群的恒星级九阶的天才武者盖奇，以及来自黑蒙族的恒星级九阶精神念师敖古。开始。Yeah!
这里是巨斧斗武场，老虎，不可思议！敖虎先生突破到了宇宙第一阶，原来你参加斗武就是为了将自己逼到极限，然后突破。没错，我的老大需要宇宙级的力量来助他保卫家园，我能做的就是成为宇宙级。宇宙级又怎么样？给我去死！你是个不错的对手，可惜这里是巨斧斗武场。场生死战，恒星级九啊不，宇宙级一阶精神念师敖虎胜。敖虎，老大，老大，敖虎，你这是闷声憋大招啊！而且还突破到了宇宙级，在恒星级九阶的临界点状态，利用高压来加速突破，很出色的战术，可一旦失败就生死殒命，具有极高危险性。巨斧斗武场都是生死决战，你辛苦了。谢谢你敖虎，所有地球人都会感激你的付出。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我早已将你们视作伙伴。你们的生物芯片已经解除，从此无需听从任何人的号令，不要说誓死，我们都要活着回去。我只是想拼一次，和老大一起守护他的家园，也将是你的家园。我与大哥二哥商定，回地球后先各自与家人小聚。没想到诺兰山家族的侵略行动会如此迅速，竟然开启全速模式，将航程缩短至100天。没有时间，至少还有人数优势，我们可以集中最强战力抵御。但前提是，对方只有少数宇宙级出击。我通过诺兰山家族成员在虚拟宇宙的数据，追踪到现实中的登陆地点。而位于飞船内部的是。德温诺兰山。宇宙级六阶，白卡罗，宇宙级八阶。他们只派一艘飞船，恐怕是相信，仅有两人也足以碾压地球一方。能遏制他们行动的，恐怕只有。祖祖，我们已离地球较近，而飞船在全速状态下无法开启隐形功能，若是被地球发现并上报给黑龙山帝国，恐怕会坐实我们星道的罪名。帝国不会干涉我们的行动，
九皇与波罗林在界中界遭受的诸多损失都是拜罗峰所赐，现在他只需指挥行政系统，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能借我们的手对罗峰实施报复，何乐不为呢？